吉里吉拉拱冠选择四号作为球衣背号，除了象征好事成双，也因为偶像红雀捕手莫里娜的背号也是四号。在今年七月的中华职棒新人选秀会上，台湾足棒球选手吉里吉拉拱冠以首轮入选球队味全龙，并在二十号举办加盟仪式，欢迎吉里吉拉拱冠的加入。很期待，然后很兴奋，对，然后就准备好要上场，准备发挥我的能力。身为第一位在美国大联盟恢复传统族名的吉里吉拉拱冠，希望球迷可以用正统的族语发音讲自己的名字。取名对我意义很重大，因为身为原住民，我第一的想法就是想让，如果有机会上大联盟的话，想让全世界知道台湾族，然后我的名字叫吉里吉拉。魏全龙更以吉里吉拉拱冠的族名百步蛇、台湾族语吉萨姆俩加油之意等元素制作纪念衣，让更多人看见台湾棒球选手以及台湾的原民文化。在未来，吉里吉拉拱冠也希望有机会能在家乡教原民孩子打棒球，更特地为喜爱棒球的原民学子加油打气。就有学长会到偏乡，还是教原住民小朋友打棒球，我还蛮想要有那种感觉，对啊，因为小朋友都很可爱，然后就会想要付一点心意，然后去帮助他们这样，因为大家都是小朋友都是有梦想，发挥我们的所长，然后继续努力，不要因为一点的沮丧啊或是失败就放弃，然后要保持积极，保持正面。在2012年跟美国职棒克利夫兰印第安人队签约的吉里吉拉拱冠，年纪轻轻便展开旅美生涯。现在27岁的他，回国后对自己即将站在家乡挥棒感到非常兴奋。他也期待未来在棒球场上遇到自己好友，分别为自己的球队打出漂亮的比赛。有些新闻，怎么到苏屋溜台北市采访报道。